我哋系调解员，我话叶志凡，佢系方圆。调咩话？调解员啊！调咩解咩员啫？中间有啲糖。咪一个好劲嘅和事佬啊！当双方倾唔埋，倾有咩好倾啊？必要时要俾钱中介。法律帮嘅系客啊，我哋希望帮到嘅系人，大部分人做紧嘅系调解，我希望能够做到嘅。是和解。湾仔码头点心诚意诚牵和解在后，3月27号起，星期一至5晚9:30 ，Feel TV。